哇，看到大海了，去到哪里我都想去看。今天先不晒那么多，因为没有防晒霜嘛，还没有擦那个防晒呢。应该是晚上在这边才是最舒服的。现在是打算去问一下有没有小超市，去买个防晒霜擦一擦，要不然待会儿会太热，会晒伤皮肤。我的皮肤已经晒得出很多斑了，所以我不敢再这样弄下去了，我得必须要涂那个防晒霜保护一下皮肤，要不然五十岁不到那个满脸就是老人斑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应该是他们说的哦，这是地产，然后他说这旁边有个 pharmacy 卖药的，就可以买到防晒霜了。 pharmacy上面全是西班牙文，我看到这个 sun， 然后 50 plus 50度的，那我想应该没错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11美金。有时候在你用不同的货币的话，你或者说你去外面的话，有时候就是没办法，你会买一些东西，可能你来不及去换算啊，也没有反应过来。可能慢慢的你才反应过来，你花了很高的价格啊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应该是2块钱左右吧，我不记得，但应该不会超过5块钱。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比较贵，我也是，但没关系，我先买，先用就算了。你看这个酒店旁边有个他自己建的这个小的叫。现在就用一下吧。整个头，整个能晒到的地方都擦一下。
别忘了我已经是光头了。大方的用。原来有头发的时候觉得啊，耳朵这边啊都不好擦，现在哪都好擦了，随便擦，随便擦，待会随便晒，晒黑没关系，但不要晒出光。要好好保护一下，连头顶都擦一下。